在绿洲世界里钓鱼，竟然可以钓出鳄鱼。话不多说，欣赏视频。牛逼！什么？竟然还有这操作？雪龙作为一个钓鱼老手来说，钓上来一个鳄鱼，这个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。不过我们从原视频的地图中可以看到，视频中玩家钓鱼的位置是在一条小河旁边，并且在小河的旁边还有一个位子。而在绿洲世界，带有位子的地方就只有这个未来中心了。于是原视频钓鳄鱼的位置很快就被我给找到了。你们看我后面这块石头是不是和原视频一样呢？再来看地图，也和原视频一模一样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能不能钓。在这里已经钓了好几只鱼了，但是呢，愣是没钓着鳄鱼。其实当我们反复观察原视频之后，就会发现原视频的这只鳄鱼有很大的 P 图痕迹，不信大家来仔细看。所以啊，想要在绿洲世界中钓出鳄鱼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